呀，这大花爷，告别了啊！初次见面就要大哥起了好色之心，但是你别怕，大哥好色有度，大哥虽然猫话，大哥也不会狡猾，但是大哥爱你。有毛病吧？那也是对你的小事病，难怪我今天感冒了。那能怨我吗？咋不怨你？是你让我没有抵抗力。油嘴滑舌。咋？你想抄一抄？哼！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吃鱼头吗？动脑子呗。错了，那是大哥想把鱼赏留给你，懂吗？你该喝药了。喝什么药？爱你的无可救药吗？哼！你知道这个冬天我最想喝什么吗？喝什么？呵护你。你别太过分了。是你先过放的。我哪过放了？你过放美丽，而我过放着迷。你这喵怎么溜里溜气的？跟我回家好不好？免得我天天想你。不可能。咋的不可能？要不先加个微信？你加我干啥？你这慌忙的，加你当然是为了撩你，难道是为了平息息给你开一刀吗？不用了。我这都拿不下你。咱俩不合适。是吗？你别碰我。哪里不合适？我都接孩子去了啊！那你不早说，这不浪费感情吗？